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方地远。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我的石腾水的经历。如果大家不知道石腾水是什么的话，可以点击我之前的影片去了解一下，什么是石腾水，然后再回到这个视频。谢谢大家。好几年前，我去了秘鲁的亚马逊森林里面做了一个14天的疗程。这个疗程一共有8个人参加，这个疗程基本上它不鼓励我们有太多的接触，所以都是将我们 isolate 去自己的一间木屋里面待着，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可能去河边或者是森林里面走走，去和大自然的接触，减少与人之间的沟通。在这个疗程里，我们一共服用了3次的石腾水，做了3个 ceremony， 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也是想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经验。那一晚对我来说是喝过那么多次石腾水最难以忘记的一个经历，因为它不仅神秘，而且带给了很多启发。喝过石腾水之后，我是从脚到头部开始麻痹，感觉上就像有一条蟒蛇在缠着我的身体，然后把我缠得动弹不得，直到我不再挣扎，然后我就开始了掉进他的身体里面，穿越过他的一条很暗的隧道，然后一直往远方一个光点去冲。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我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画面，包括我的亲人啊，我的朋友啊，甚至有一些可能是前世。然后我不知道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去穿越那一条隧道，可是当我一跨越那个隧道时候，我不停地往下坠，然后直到我突然漂浮在空中，在我脚下是一个被群山围绕的湖，然后我似乎开始看到了很多穿着喇嘛服的喇嘛在跪拜着某种力量，但可是说真的，那股力量是什么？基本上我也看不到，它就是一个很强的能量。后来我认为他是莲花生大师，因为这些跪拜的喇嘛，呈现上完的喇嘛都是一直在念着莲花生大师的咒语，就是 Om Mah Om Bhajan Guru Brahma Siddhi Hum。 然后我停在空中，开始和这股能量开始有了一些交流，我问了一些问题，他也没有回答我，只是角嘴露出一丝的笑容，我也不知道那是一些耻笑还是什么，但就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罪业深重。然后我就不明不白的，我慢慢变身变成了一条兽，那个兽有点像现在在中国庙宇前面都一般都有的那个狮子，但是不同的是我有一双翅膀，然后他就带着我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场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留了下来，甚至当我醒来以后，我也把它变成文字记录下来，因为我不想忘记这一段经历，还有他对我说过的话。一年后，我到了印度的北部做一个朝圣之旅，这个朝圣之旅是有关乎到莲花生大师的。我记得那一天在旅社里面，我们遇到了某些人，然后我们开始谈起这些，因为大家都是藏传佛教徒，所以我们话也顶头记得。然后这个人呢，他就介绍了一个地方给我们，就说我必须去哪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在印度里比较著名的一个朝圣地点。大部分信徒都会过去这里去做一个环湖，因为这里有个湖，据说是莲花生大师变化出来的一个湖。这个地方叫 Ravasa。 因为我的旅程也没有什么计划和安排，都是随意而安，
所以我就决定去这个地方。首先我是先搭巴士到一个城镇，然后再转乘小的士去这个地方。那天抵达 Rivalsa 的时候已经是9点多10点晚上吧，所以基本上也看不清那个地方。那一天我入住了一间在山顶上的酒店，这个酒店可以看完这个神湖的全景。长途跋涉了十几个小时后，那一天也没做什么，抵达地点吃过晚餐就睡觉了。那一天我记得也特别好睡，然后一直到在露台外面的猴子吵醒我。当我打开门一看的时候，我是有点震撼的，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一年前在服用石藤水后所看到的地方。那一刻我突然回到去的一年前，回到了我服用石藤水那一晚，所有的回忆突然回来了。虽然到今天我依然不晓得这个启示究竟是想带给我什么意思，但是它却让我更虔诚，更想去了解更多关于莲花生大师和我的缘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莲花生大师在我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他不仅是我朝拜的一个目标。莲花生的著作《西藏正史书》是影响我一生的一本著作，就因为这本书我才开始了背包，而背包以后我的人生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常常会在路途中偶然的和莲花生大师擦肩而过，比如在拉达克就因为朋友的关系带我去了一个莲花生大师曾经修行的洞。在西京不晓得冥冥中有什么安排是会让我不断的和莲花生大师去碰面，但是在不断的和莲花生大师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开始对莲花生大师更加敬畏，也造就了今天我每一次坐禅或打坐的时候他都是我冥想的对象。当然每一个人喝过石藤水都会有不一样的经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不一样的药物，我们都有不一样的伤口，不一样的伤势，这一些都由妈妈阿亚瓦斯卡去说了算。所以其实喝过阿亚瓦斯卡的你不必和我的经验去比较，也即使没喝过的也不需要带有太多期盼。这里我就想分享一个事情，那就是我们八人其中之一，他其中一个人他是一个数学家。因为在网上看了很多这些人分享的经验里，他都说看了很多数字还是怎么之类的，于是他就抱着这个期望来服用石藤水。可是结果呢，他想看到的东西一样都没看到。我们必须抱有这一个平常心，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set and setting， 也就是 mindset。 我们必须要有个正确的心态去看待这个药物。所以说如果你即使有任何一丝的疑问和排挤都好，我但是又很想尝试这个石藤水的话，我还是劝大家千万不要了。那因为他可能什么也带不了给你，你只花了个钱然后什么也得不到。当然这就有关乎到我们和阿亚瓦斯卡的缘分到底是怎样了。好，谢谢大家，今天就说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再见。